记得小时候，不懂母语的我，为了想要参加学校的原住民演讲比赛，努力的恳求我的爸爸妈妈，请他们教我阿美族的母语。为了我那颗荣誉心，爸妈对于基业的陪伴。我真的得到了第一名，虽然说非常的矛盾，一个不懂母语的我居然打败那么多从小在部落里长大的孩子，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父母对我真的很好，父母对我真的也很重要。其实从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并不好过，爸妈常常为了工作，为了生活，把我们三个小孩放在家里。我常常晚上没办法看到他们，早上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已经出门的时候。再加上我跟哥哥姐姐有一定的岁数差距，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学会跟自己相处。日子久了，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渐渐的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他们，他们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就这样，我慢慢的、慢慢的走上了大家觉得不应该走的路。我看似很开心，跟着一群朋友每天吃喝玩乐，不用工作又有钱拿。但是到了晚上，回到只有一个人家里，那种寂寞，那种孤独，是自己真的没办法想象的。在这种过程中奔波，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。我们交往四个月后，她就为我生下一对双胞胎。我当时很开心，我努力当起负责任的爸妈，我摆脱了以前的黑社会的氛围的环境，我把自己带到一个我没有认识的地方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我很努力，但是孩子的妈并不这么想，她过不了这种痛苦、艰辛、没有钱的生活，于是她离开了我。当下的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只要一想到我就很难过。我没有了家人，我远离了我的朋友，这时候我还剩下什么？在我很无助的时候，我想到了我妈，我拿起了我的电话，拨了出去，极具平淡冷淡的问候之后，我忍不住，我想要告诉她，妈，我有小孩，但是老婆跑了。讲完之后，我忍不住我的情绪，我把电话挂了。我就这样一直很伤心，很伤心的哭着，
哭到睡着了。隔天早上，我被一个门铃声吓醒，下意识还在想说，到底是谁这么早？我走到了门边，打开了我的门，我看到了我妈，看到一个坐着夜车从台东坐到基隆，只为了昨天儿子的那一通电话。话语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想法，但他就来了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很激动，但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于是我母亲开口：“别怕，有妈在。”我回想到以前小的时候，爸妈那种陪伴，爸妈那种守护，其实一直都在。我当下就觉得，其实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她其实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只是我放弃了我自己，我放弃了家人。从那一刻，我觉得我该改变，我爱上了我妈，我重新爱上了我妈。妈，你的儿子回来了。你小时候认识的儿子回来了。妈。